所以通行两体兴起，现代人写字的机会是愈来愈少。书法更加变讲，台北市松山区公所特别邀请到书法老师，讲解中文的水，带着新住民的家庭做伙感受到写毛笔的乐趣，佮增加阅读，培养小朋友专注力，嘛又见亲子之间的距离。书法老师讲解字体演变，让学员了解到中文的水。接着来按照教义的文字图样、临摹，佮图像丰富实水，一笔一笔独一无二的书法画图创作就完成。也是要把它想象的哈，想象那马像是像的什么哈？中文字体依照的含义有各侪形体表现。松山区公所举办书法画图课程，也请到来自缅甸、印尼、中国的新住民家庭参加。爸爸妈妈带着囡仔完成作品，增加小朋友的自信心，也拉近亲子之间的距离。老师跟我介绍一下介绍那个字然后用那个图案这样画出来哦，欢喜喜，看起来就是跟一只老鹰，跟今天你们画的主题那老鹰还蛮像的哦。对啊，那小朋友真的很棒。虽然通信软体兴起，现代人写字的机会是愈来愈少，更加免讲写毛笔字。公所特别邀请到专业书法老师，带大家重新感受写毛笔字的乐趣。小朋友嘛，在课程过程当中培养专注力，算是暑假结束的休息。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。